好，又翻嚟嗱，琴日同大家练咗呢一个帮我哋松弛颈后嗰两组肌肉嘅动作咧，今日就做两侧啦。咁咧，其实都系好简单嘅动作嘅，可以坐喺你自己个写字台个位度做都 OK 嘅。好啦，首先身要保持直啦，如果你会系戆佢咁，基本上都冇乜意思。好啦，伸直条腰，坐嗰个人，然之后咧。我哋將個頭向左右兩邊擺，但係要慢，翻嚟中間，又翻嚟。咁呢個動作你大概以一左一右為之一個循環，你大概做10次啦。好似我依家咁，但係記住喎，成個過程人要直。但要保持安定，唔好咁樣擺得太緊要，因為咁樣好容易會傷到頸同埋脊椎、背脊嗰啲肌肉嘅。好啦，10個循環做完之後，去咗左邊，保持住，咁你就會感覺到咧，由頸側邊呢條肌肉一路去到膊頭，都會有一個拉扯嘅感覺。跟住我哋用隻手。手掌按住耳仔最上少少嘅位置，然后加压。个作用系咧，帮我哋尽量拉，尽量伸展翻呢一组接触膊头嘅肌肉，维持住大概10至15秒。跟住手先放松，然之后头翻翻上嚟，跟住到另外一边都系啦。加压，咁你会清晰见到咧，我啲组肌肉成个范围咧都喺度伸展紧啦。但系记住，我千祈唔好搏命太用劲落去。好，跟住手先放松，翻翻上嚟，然后咧跟住个动作咧就系。先望向右，然之後鼻哥尖慢慢上上去，去左邊，頸椎放鬆，完全放鬆曬個頸椎，跟住鼻哥尖慢慢轉翻上去右手邊，另外一個方向。記住啊，喺寫字樓做嘢做到成條頸緊咗嘅時候，就可以用琴日同今日教你嘅動作咧，幫我哋放鬆翻嘅。膊頭點搞呢？聽日再教你。